业主打算移民，又担心离开了香港之后租客会不交租。其实业主可以找租务管理帮手，作为处理香港物业的租务问题，定期监察租客的交租状况，安排物业保养维修。万一租客欠租，还会协助业主去土地审裁处申请收楼，海外的业主自然可以安心又放心啦。快啲 follow 我哋嘅 IG、like、Facebook 订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下条片见。利嘉阁租务管理，解决租务问题嘅好帮手。